撑开的时候，你只撑开正合，就是开一个开一个合，是跟太极变的一样，一开一合，它会产生里面的气的变化。所以在你练个这两次没有效果，你最少要有一小段的量。3, 2, 1, 3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稍微做一点收尾的工作哈。刚刚那边那一段是稍微比较累一点。Thank you.
很慢哦，好，好，吸。